睡梦祝福晚会也红包啦。多、哦、啊，肯定是忙的。疫情的关系，不要紧啦，行听就好了。有的吃的。边行迄点的小，哎，蜡烛什么，这也无。一天。我行听那个无影，那个在诚心诚意，我第规间嘛，这个就会分心，头先有真侪无听到。哦。民众线上参与岁末祝福，但大家最期待收到的福惠红包，信山慈济志工在严守防疫 SOP 下，亲自将红包送到每户家中。来，还有祝福你一样，大家祝福一样啊！谢谢谢谢，上人师傅还给我这个，我已经连拿不到了，我还是拿到。我们就是要把上人的祝福、上人的福惠红包、上人的祝福。送给他们，当他们领了，我们跟他讲是上人祝福你们身体健康的时候，他们真的是很感动。哎呦，你们还来到，还特地来呀、啊！疫情打乱人们的生活步调，今年岁末祝福改成云端相聚，但与民众结缘的福惠红包却还是得志工亲手制作。福惠红包是上人给大家的祝福，某些是以恭敬心来制作。政府有规定 SOP 不能群聚，所以无法请师兄姐到会所制作，墨学只好拿回家请家人帮忙。就是这个因缘，孩子看到我在做啊，他们也会自动的来帮忙，还有三位师姐也来帮忙制作，我们都有遵守 SOP 保持距离。疫情下，领到慈济人专程送来的福惠红包，民众满心欢喜，更期待明年一切都能恢复正常，能再次到岁末祝福现场，亲自接领来自正言上人的祝福。大爱新闻，真善美志工，马来西亚报道。